新一波的锤这不就来了吗？仔细看，小鳄今天又用了四个点。众所周知，三个点是我很想念你，四个点自从肖老师用过后还在假料里出现过。而小耀用四个点很难不克，就是要和大老板一样暗搓搓秀伯君一笑啊。再看憨憨的宝，一个劲 Q 帽子。你看你看，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我们帽子克对了吗？再看这两套造型，无论是衣橱还是品牌，连口袋的方巾都认领了，就是没提帽子。所以这南洋风的帽子不就是在说是战哥在新加坡带回来的礼物吗？要不然怎么解释战哥刚从被称作南洋的新加坡回来，一博就以南洋风造型出场，还不舍得把帽子摘掉。海贼王的故事就是从草帽路飞出海开始，所以不只有路飞装，还有划船，且都和战哥喜欢的航海王有关。